大家好，我是阿和。我现在要来采收咖啡的那个果子。那这棵咖啡树是我2012年培养的苗，然后在2015年种到现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它就是今年结果算蛮多，我已经摘过一次了。那现在就是再一次，应该就没了。那这棵树今年在开，就正在开花的时候。就很凑巧了，它旁边刚好要做步道工程，所以树就被砍掉了一半，要不然还可以再摘更多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就摘完再给它。好，那我现在在摘这些了，那还可以，树上还有哈。那我上次已经摘过一次了，那应该这一次摘完就没有了。好，给大家看看，然后大概可能总共大概只能摘一磅左右了吧。好，就这样，这样2012年种到现在。六七年，而且这边阳光很大，反而种在那种树荫下都没大，这一棵长得很大。好 ，OK， 好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那等我之后这个处理好，我可能会请我朋友烘啊，我脱壳就是脱完壳，我就请他帮我烘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